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古晶。今天终于收到我们的直冠组超级任务的奖励哦！我们在7月4号的网站哦，官方就发送了这个直冠组的超级任务，然后这个奖励都发下来了。我们有这个30箱的硬币箱，还有这个神秘变身抽卡包哦三个，还有神秘娃娃抽卡包三个，另外还有30张祝福富裕卷轴，所以大家赶快来领哦！领取时间只有9天而已哦，你要在9天之内把它领光光哦，把它领出来用。那记得啊，要用你的本尊领哦，因为它这个硬币好像是不能转移的哦。一些硬币哦，就绑定你哦，绑定你这只角色，它没办法存到仓库。所以记得啊，你要用你的本尊哦，用你正确的角色来把这个硬币箱，来把这个奖励给领出来哦。好，我们进来抽卡。神秘变身抽卡包，抽，看能不能抽到紫变爪。嗨，爪紫变没有，再来第二抽，咚，该有机会吧？这神秘抽卡的一个几率应该超高的，这怎么搞那么久？哎、欸，几率超高，都绿色的。再来，咚，枪，有没有闪电？各位闪电吗？哦，都绿色的。啊，娃娃，有没有机会？红娃一只吧，紫娃，哎、欸，这个好像没有紫的，红娃。有，开，哎、欸，有，啊绿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这难道是假的吗？哎、欸，都是绿色的，啊，接下来是硬币卷的箱啊。大家可以选这个名誉币，还有变身硬币，或者是娃娃硬币哦。那基本上我们都是选这个名誉币啊。哦，大家应该还是以名誉币为主吧？所以我们这次就直接 all in 名誉币，哦，直接领出来名誉币。那名誉币的部分有10000到500000哦，然后30箱，应该没有人那么衰，按下去30万吧。那得全部开吗？不能，要慢慢开。来，我们慢慢开。一万，还有20000哦，终于突破300000了。我们保底31万哦，32万了，34，哦，5万了，34，39，哦，39万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。40万的，41，42，哦，又一个5万，42加4，46万的，47，哇、哦，10万，57万，58万，59，哎，是59吗？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统计，到底是不是59万呢？嗨。57万，我们来到57万哦，哦，算还可以吧，57万，哦，最烂的会是30万啊，我们还有多拿27万哦，还 OK 啊，好、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拿的比我多呢？哦，大家要记得来拿哦，这个三十箱记得来抽一下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奖励抽卡就到这边，我是古晶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哦，我看我的名誉币多少。冥币有600万哦，好，大家拜拜。